见内网络热门吹地销视频。原来你喜欢吹箫啊？箫是竹字头，不是草字头。再说一次，千万不要再错了。箫箫箫箫，是啊，没错。那就快点来啊！也好，我先吹。啊，你吹？那你先吹。大家都是志在研究，谁先吹不都一样吗？你会吹，那我得见识见识了。你先吹吧。好。啊，仙爷拿的是笛子，横笛竖箫，因为箫是竖着吹的，所以可能是剧情需要吧，比较有情意。仙爷这个居然贴了笛膜，但是我们来看啊，笛膜是半透明的芦苇膜，仙爷这个贴的应该是一张纸，贴了但没有完全贴。笛子的嘴型我们也叫口风啊，它是这样拉开的。像星爷那样是这样的货，他的声音就会是还可以吧，我得过冠军，在广州有萧王之称。哎，买笛子啊，买笛子喽。哎，买笛子，我买只笛子。买一只，谢谢谢谢。这不是《白蛇传》的调子吗？你也会吹啊？妈了吧你！这个不太好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刘珠，取我的箫来。要是不看手指的话，我真的以为他会吹，口风非常不错。哎呦，我真的是裂开。溜了溜了，溜溜球溜溜球。哪有什么笛声啊？你没听见吗？没有啊。虽然很轻，但是吹得很好呢。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是不是我拿的是你的那边？虽然配音没有对上，但是它有调，这个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而且手指指法都是对的，点名表扬。一年了，转眼间我和彭大哥成亲一年了。一年来他每天都陪伴在我身边，他是一个刚强而体贴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对我不太体贴，他的手指有点太乱，完全是乱。很恐怖。喝口酒。